也不是真的邻居，是隔了一座山的邻居。因为我们家是在那个东湖那个公共电视那个下去之后，他是上来之后那个旁边那个捷运站旁边，对不对？里面立了多少？这边有立。小五，那你这样学不久，钢琴。对啊。我之所以会认识他，是因为另外我那个小三，那就 Amber 不在，他在英国嘛。对啊，暑假。现在暑假回来就是小六。还没有，哎，你说什么 ？Amber 啊。Amber 回来是小五。他比我小，他表妹。哦，他是你表妹。哦。好，今天要表演什么？那个演艺界者。这是卓别林。卓别林是一个幽默大师嘛，所以大家要一边弹一边笑。